大家好，各位贵宾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兵棋部波比天后王彩华，来，我去向婆声起者，有拍婆有波比，感谢妈祖的波比，感谢感谢感谢，啊，这甲您介绍，阮查某囝啦，哈，叫做黄雨婷，叫做婷婷，有水无？啊，婆声嘛甲阮起者哈，感恩啦，感谢啦，感谢各位乡亲的阮。啊，会听谈啊，因为这个节目吼，超级夜总会啊，已经做伤久啊，12年啦，所以换主持人啦，对啦，对，啊，即卖呢，对今仔日开始呢，等阮母仔囝啊，为大家主持，唔知会甲阮起嫌未？未吼，啊，伫台下甲阮唱一个。I love you, Jo me, Jo me 哈，阿姨呢？啊，近期呢，虽然讲迄三位主持人吼主持了袂歹，但是咧讲坦白咧，看久嘛是会生啦吼，系啦。啊，那生了吼，咱就是爱换新啊换新嘛，对不对？我讲是实在话嘛，对不？哦，真正玩得靠谱啊咧！哎，不要咧，真有奥赏。对，啊，上你叫。这位帅哥，你在叫我是不是？这位奥山，啊来，这位奥山，委婉你在叫哟，委婉呢？奥山，小高高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啊，今天呢，我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蹦恰恰、许孝顺、苗可丽、彭霞、崔姐，欢迎来这三位特别来宾来邀请，来，你去旁边，主持人通常都站左，最旁边的，两边，小姐好，来，小姐好，好来，婷婷好，婷婷好，来，彭章灿你好。彭章灿，是最近无什么代志啦，哈啊，欠两兄弟啦，嘿，最多的。啊，苗可丽吼，啊，就啊的最近吼，伊了嘛是嘛无什么代志啦。啊，伊了许孝顺呢，最近都常常咧主持外景的节目啦。啊，伊吼常常有一挂新的拢个指示啦，哈。啊，这今仔日有啥物话要甲大家交代者无？哈，啊，交代出来好走啊，吼，谢谢。你紧讲啊。你交代啥？无呢，你要交代啥？无啊，婷婷你是来看戏的哈。在讲话，伊对我秘书刚刚来招亲的嘞，因母啊一直在个推销嘞。这个车竞赛啊，你敢叫？你都王彩华啊？国家时代叫做幼气，哦，唱三点四的唱歌。哎，即马变中国哎，就变做台湾兵棋部。嗯，波比天后，国民岳母。国民岳母这代志就大条啊！他阮三去变错时间，恁两个想要篡位？对啊，啊我想讲恁就去放尿，就做恁放就好啊！啊，我就趁这机会就甲插你呗！啊，你就插我有空我就插，空我就插，你都无改呢？哎，不是，你连改连带早囝，你讲话嘛是安尼吼，就老实安尼。哎，我早囝看习惯了你。我听习惯了，伫个厝诶，拢有咧训练就对了。咦，一个节目黄金年代停掉啊！啊，就是。啊，想不来再阮唱阮地盘。无啦，阮三个嘛，咱春节的节目十几年来呢。哎，拍摄拍摄哦。啊。我搁另外一个节目，你卖安尼好无？我今节目外行诶，你敢知影？啊，你今仔先啊。啊，是啊，我。边个咧是下教呀？那含蓄啦，含蓄啦。你是安那？婷婷，你是算叫？也叫你阿公啊，你敢不知啊？你们都要听孙，真亲。那拢讲话有诶无诶？我吵架呢。我好问者。你好问，你好问啊。你好，你好。你看后阿问，这第一次哦。你叫什么名？我叫黄雨婷。谁的女儿？王彩华。爸爸呢？黄平文。你像谁？都还好。都不像呀，都像最好不要像到你。像到我，你都要演别 DNA 啊。最近跟着妈妈做节目，对，哪一个节目？叫做《妈呀好好玩》。哪一台？三立台湾台29台。礼拜几？礼拜四。几点？晚上10:30。好，从头到尾讲一次，预备起。妈呀好好玩，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10:30开播，在什么频道？三立台湾台29频道。对。今年的母仔囝为面过，我都主持的节目。什么新节目？啊，你这样啊，大家报告一下乡亲呐，拜托搞阮支持者。我母仔囝吼，一年365天相处，差不多360天尔。啊不，无相处360天啦。因为呢，我那回去的时阵，伊拢在困呐。啊，我都去你老
伊的房间，我就甲看看，甲摸摸，甲笑笑了，我就去无用我的代志。过当讲伊会再去读册时阵，我就有当时啊阿个咧困，有当时啊我比较早就出门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今仔日呢，感谢三立电视台给我这个机会，跟我女儿一起主持，然后一起去旅行，在这个美丽的宝岛，会当有一个故事，对台南开始我的故乡，然后。哎带我的女儿做回来旅行，跟她说妈妈以前就是这出事的啊，这有妈妈做一些回忆啊，我常常去倒位耍，现在都改变了啊，更新了，越来越不同款啦，是去到高雄，去到倒位，咱台湾做一些做一些有好耍的所在，这种是有故事的。然后每一集呢都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说什么人赢，输的人就要达成赢的人的心愿。就是说今天是我的行程，我安排带大家去到位铁佗，整个口岸也当都可以去那吃喝玩乐的地方。啊，婷婷伊嘛去介绍伊现在少年人想要去的所在，网红想要打卡的景点，遐所在介绍观众朋友，然后大家来阮的粉丝页，妈呀，好好玩来投票，看虾米人赢，到时阵我们就要完成对方的心愿。哦，就看虾米人出来行程较好耍的意思。真的好好玩哦。对，嘿，阿妮，你妈妈有没有跟你讲说，台北我也有男朋友，嘉义也有。高雄也有，屏东也有，哇！你有好多干爹在那里哦。喂，以前呐，什么以前啊？哪啦？你记住啊，以前啊哪样？大卫东吴，大卫东吴啥？男朋友？无啦，是全世界拢有。你卖那么白讲啦！所以台湾去玩，准备要出国了，对啦。你这样一天说没三句话了，你他害羞啦，因为他拍摄插话啦，但是在这个节目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温暖跟温馨，还有感动的地方跟趣味的所在。那这是我感觉我跟我的女儿一个非常棒的回忆，也希望大家当支持拜喜暗喜，明天拜喜暗喜十点半十点半要跟我们支持好不好？妈呀，好好玩，拜托，三百六十九天。你好，你找到这样动静，你这样每天以前三百六十天没有看到他啊，结果现在每次一出去都要录好几天，对吧？会不会觉得妈妈很烦？有时候一直要找我拍照。哦，一直。对对。你妈就是很太爱拍照。还有几刚好 FB 有发过的 P 呢。我弄个你啊。哎呀，哦，我水干嘞呐，吼。你在讲的什么尿汽油啊？伊对待讲的是个重点啦，彩华除了保庇天后以外，即卖加一个叫做国民岳母，就是讲这查某囝亮相了，哇，全台湾各地为之疯狂。嫁给我，嫁给我安尼哦，大家无气象啦，做也惊死啦。安尼搞阮听下谈，我实在是足感恩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安尼。是是。啊，我听我就是爱屋及乌嘛，听我的听我的早见，我非常的感谢，多谢。是啦，啊，吴家有你初长成，是，总是北部很多公仔囡仔出嚟唔在向骗去啊，搞男朋友的时阵对不？对啊，你唱一条歌送给恁早见。哈，啊，这首歌哈叫做《爱情的骗子》，我问你。呀，对哦，鬼佬准备来骗你。就是爱给交代。就是吼，查甫人哦，要看查甫人，目睭要白有金，吼，尽量看这种的。啊，有烟斗个将仔，烟斗个将仔，哦，还有平康大康的老仔，哈，你爱注意啊。大康的像这款叫老仔，不不，你拢有无用平康来看人的这种的吼？这种千万不能找这种的。还好他喜欢眼睛小的。啊，天哪，我的妈，你的眼睛怎么那么小？看清楚，尽量不要。一旦跟你的事实，甚至爱情的骗子，我问你，叫爱注意。好，对啦，就是以后呢，就是一路看人的时阵，我把酒只能配个起来，都带回来给妈妈看啦。好啦，不要介绍我妈妈听，妈妈给你倒看，好好的听妈妈怎么唱。好来。爱。哦，这爱这什么声啊？爱。像啦。这边还没爱到。爱，俺婆想娶的，俺就给我爱啊呢。爱。
情的天书。哇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人怕光哦，这个。好，这碰衣给你穿好啊。谢谢，多谢，多谢师师傅阿姑。这个不要学哦。你得要注意。你的良心在在在在啦！恁拄只拄地当拄遐久啊？恁袂使挨遐久。恁早起讲你搁挨落去，想要叫车呢？想要先等伊。在啊，无拍破啊！讨厌啊！就是喜欢你们这样子。人说你就来，在哪里？讲什么？我亲像天顶的仙女。讲什么？我亲像。古彩世事，讲什么？你爱我千千万万年，讲什么？你永远未来变心意，原来你是花言巧语，真挚。